各位觀眾 4K 片飲咖啡，呢度食個乜？香港人咧就習慣食牛油蛋糕嘅，即係以前啲蛋糕咧，咪有個以前啲蛋糕一件就光贏啊嘛，就有啲咁嘅奶油喺入面啊嘛，咁如果你習慣咗食個奶油啊、牛油咁嘅味道啊。你可以好似我咁樣啦，要多個牛油，咁我篤咗佢，篤少少，鏡頭影唔到咧，我嘅手，咁篤少少啦，加落去，咁食嘅時候咬落嗰口咧，係有啲牛油啦，香滑啲嘅感覺。呢、這個就是以前香港咧冰室咪有奶茶咖啡啊咁啦，咪有啲蛋糕仔啊，嗰蛋糕就已經落咗牛油啦，即係搽咗層牛油啊。呢度你自己服務自己嘅用。